公鸡为什么打鸣？在古代，人们听到公鸡打鸣就会起床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那你知道公鸡为什么打鸣吗？鸡的眼睛对光线是十分敏感的，一般在晚上的时候，鸡都是夜盲。当黎明到来之前，一些微弱的光线提前被公鸡感知，就像收到了某种信号一样，让公鸡异常兴奋，本能的就打鸣了。鸡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，打鸣也是一种警告其领地边界的方式，从而避免发生激烈的冲突。通常早晨第一个打鸣的公鸡往往是比较强壮的，是这个群体中的老大，所以公鸡打鸣也是对自己地位的彰显。在中国，公鸡有着守时和诚实的象征，公鸡报晓后迎来的是黎明，更是迎来了清晨的第一束曙光。